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玫瑰市 Rosemi 的风光。这边是一个中心，什么中心？这边是中间是停车场，然后打蓝棚子的是在打那个流感疫苗，今天是免费打，星期六。然后红的这个是 Rosemi 的图书馆，等于是洛杉矶地区的图书馆之一。这图书馆挨着是一个广场，广场过去是市政厅，再往前面走是美国银行。然后这个停车场之间是相通的，玫瑰是能看见玫瑰啊，还是看着风景还是不错的。这边是行人，看着行人。这边是住家户，就挨得这么近，走路可以上图书馆啊。